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4年2月25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2024元旦讲座系列3。今天老师开始讲疾病与衰老。原始点医学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医学，它就是在探讨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的一个变化。那我们身体会出现的不外两种，最让我们困扰的就是第一个疾病，第二个就是衰老。那它的因我也讲，就是体香跟热能不足所致。那体香我也告诉各位怎么来按推，他处跟患处，那热能怎么来补充。好，我们开始照图表念，那你们现在有了概念再听应该就会不一样感受了。好，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，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影响，身体不是走向疾病就是走向衰老。其中体伤是指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状态，热能不足是指能量不足以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。通过观察，疾病表现为症状，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。通过仪器检查，疾病表现为组织受损，衰老表现为异常。一即有疾病与衰老，必有症状与异常。症状与异常是疾病与衰老之具体表征。而疾病与衰老则是所有症状与异常的抽象代名词。所以分辨疾病与衰老，可观察症状之有无。若有则为疾病，若无则为衰老。由于疾病与衰老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，属果而非因。所以不论西医，给予检查结果何种病情、病因、病名，不过都是根据症状与异常的不同特征加以分析、定义、命名，已含在果中，与因无涉。故西医从果治病之果，正是指症状或检查结果，并以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。而检查结果不仅包括原本就属体内的异常、组织受损等，还包括外来的细菌、病毒、异物，比如鱼刺等。好，我们这一段蛮长的，我们来看。我相信刚刚听我这样讲，这里大家已经有概念了，对不对？疾病与衰老是从什么因素引起的？体伤及热能不足。那如果你组织器官运作都正常，热能也都充足，它会不会有疾病跟衰老？不会，我敢讲100%不会。但问题就不可能有完全没有体伤跟热能不足的事情。理由很简单，你们现在坐在这里听我演讲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肚子有一点空虚了？稍微饿了就是怎么样，要补充热能啊，补充食物，因为食物进去它会转换成热能啊，经过吸收，然后推动组织器官维持正常运作啊。所以为什么没有吃饭的人他活不了呢？因为他没有补充啊，所以他没办法继续维持正常运作，推动他严重一点命危甚至挂掉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样来说我们很清楚，我们的理想要达到体伤跟热能不足都没有，不大可能，因为身体随时都在变化，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化。我常常讲，那这样说来，这里都在变化，那我们从，也就是你早晚会面临老跟病啦，简单讲，那我们怎么来界定什么是病跟老？中医，原始点，
通过观察，你有症状就是病。如果你有异常形态，什么异常形态？比如头发白、面皱，你不会说头发白我就是病嘛？不会啊，那这个变化就是属于老。那怎么来分？简单讲，就是看你有没有症状。如果没有症状，简单的讲，你所有的变化就是老，因为身体不是走向老就是走向病，它不可能越走越健康啊。了解吧？有没有人越活越健康、越来越年轻的？你们比十年前还年轻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不可能啦、啊，这个就违反常态了，对吧？我相信有人越来越健康啊，最近陈经理他越走越挺直、啊、然后走路越来越快哈、啊，是啊，老当益壮哈、啊，这个可以。一般正常是会慢慢走下坡。好，所以你要观察你有没有疾病，先界定有没有症状，有就是病了，没有症状你就是健康，就这样啊。如果有出现其他的都是老。啊，这样就分出来了，你就活得很健康。那西医呢？西医通过仪器检查，以原始点角度来看，它如果组织里面有受损，那个就是病。它如果有异常，包括异常指数啦、异常形态，后面会介绍，那个就是老。所以也很简单，西医用仪器看体内的，体内跟体表有没有一样？一样，都在变化。啊，两个变化不是变化老就是变化病，体内会不会变化只有老而没有病的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，不是老就是病，体表跟体内是应该一的，不是二的。好，这么说来，最后的界定老跟病就是看有没有症状，有就是病，没有就是老。啊，你们以后这样就不会担心了哦、这些异常指数，哎呀，高血压要不要吃药，那些就像你头发白要不要吃药一样，你自然就把事情整个真相厘清了。我说为什么你们学原始点会不害怕，因为这些老病你都已经很清楚。你看你们活到这么老才来学什么叫老什么叫病，有没有一点可惜啊？啊，虽然有一点晚，但亡羊补牢啊，还可以啦，哦，来了总是对的嘛，哦，所以懂了这样的界定，好，那我们再进一步来分析仪器检查。好，我们看下面最后一段，因为我也不照那个内容解释，大概他谈的就是这样。好，这里，故西医从国治病，西医是什么呢？我先来讲，西医它不是你有什么病我就治你什么病哦。比如你头痛，他就要用仪器检查你有没有高血压，有没有 脑血管啊、变形啊、或是有什么阻塞啊，对不对？都可能产生头痛啊、要不要手术啊，要不要怎么样，一大堆的问题、检查是这样。但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来，西医就是以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但所有检查看到的现象，我问你，能不能看到热能不足？看不到。能不能看到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状态的某一个部位发生？有没有办法？绝对没有。也就是从仪器看到的所有一切，不可能看到因。就像我看你，但我没有办法看到你爸爸妈妈的长相一样，从你我看不到你爸爸妈妈长得怎样，只能说揣测了。所以西医所看到所分析的一切，包括病情病因的所有分析，我告诉你都是在果中转，他绝对不可能看到因，真正的因他看不到。那这下子好了，所以他所有的治疗又以检查这些结果来治疗。比如你头痛啊，检查啊，然后有阻塞，他就从阻塞下手；有血压高，他就用血压降压药给你吃，对吧？再来就用止痛剂给你止痛啊，他们就是
这样暂时把你缓解也可以。好，那所以这些检查都是在果中，所以我们西医从果治病正是指怎么样，症状是不是属果，是果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医学图你们有看到症状或衰老都是属果，对不对？因是体伤跟热能不足，所以症状，这所谓的果正是指症状或检查结果，他们检查结果也是属果。好，那有了这样概念，但西医不是以治疗症状为主哦，你头痛不一定直接处理因哦，它是从怎么样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了，我刚刚就是在解释这个。好，所以这样他们的检查结果就变得非常重要。那检查结果包括什么呢？包括体内的异常，这个异常就是我说的他们检查出来的异常指数，还有异常形态，后面还会念，我就不再重复啊。还有组织受损，这个后面也会念，所以我也不重复。好，还包括怎么样外来的细菌病毒还有异物，刚刚我有举一次的这个，他们也是照出来直接加一次，这个从果治也是属从果治病。那细菌病毒最近很多感染的病毒，对不对？新冠病毒感染出现症状，他们是以检查的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打疫苗？因为打疫苗要对抗病毒，但有没有办法对抗病毒？没有，对不起，你打了你还是会感染，你还是会得症状。那他们现在这样就没有办法说服你们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又说出另外一套话来，他说那打疫苗虽然还会感染，但会使重病患者的症状减轻，死亡几率减少，有没有？但真的这样吗？没有，不可能嘛。我所以学原始点的人，不是我批评他们，从原始点一下子我就听出你的问题来，你一直在闪烁其词，因为你没有从一下子，然后都在旁门枝节上做答案。你疫苗本身是极寒之物，打下去会严重消耗热能，即使健康之人打了之后有些还会生病，甚至就挂掉，这都是事实，报纸一定都有报道。像台湾之前也有做统计，因为打疫苗死的甚至比感染的还多，有一段时间，可怕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如果你懂啊，那就知道原来疫苗极寒啦，那会消耗热能，加重体伤，所以产生。但是他们却把民众把所有的焦点移到病毒去，都怪罪在病毒，那要什么要隔离啦，要怎么样呢？我告诉各位很简单，我们原始点就是怎么样，刚刚医学介绍的时候避开伤肾之病之源，有没有？然后以医疗保健之源，医疗保健之源就是善言来处理你的身体，这样就可以得到健康。那这样说来，病毒也是伤身治病之源，它会导致我们疾病，伤了我们的身体，导致疾病的源，也就是恶源，我们自然要怎么样避开啊？避开的方法，我同意医学讲的，就是勤洗手、戴口罩，人多的地方不要去，不要跟人家凑热闹，然后来感染了才说我为了要证实原始点有效，所以我不惜感染来给你们看。也不用这样，原始点是理智的、智慧的，不讲 那些其他的话。好，那这样避开了 你自然就没有问题。那万一避不开呢？也不用担心，恶言来了，它所能造成我们的所有的症状都由哪里引起的？不外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。那你只要从那里下手，不是所有疾病就像他们简单的按一按症状就缓解了吗？热能补充了很快就修复体伤就恢复了吗？所以我说正常，如果你体力不要极度的差，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就恢复，我深信不疑。所以为什么这样你们还要害怕？但是西医恰恰把民众误导到病毒，
这是不可取的。所以为什么人很多人感染了病毒，他们有没有药？他们也说病毒没有药。那治疗症状他们又是以寒凉药来控制，难怪很多到了严重体伤的时候就救不起来。所以这些都我在这期间很多遇到打疫苗到原始点，然后本来没有病的，结果一打出现很严重的病，我都遇过了。所以这些我就不再说。所以西医所有的检查跟治疗都是在果上做功夫。这一段就是讲这样。好，那我讲到这里，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。疾病是指身体出现症状或体内检查出组织受损。原始点根据症状之不同特征，将其分为症与状，再将症细分为三种。一、不适感，如疼痛、酸、麻、痒、胀、闷、刺、晕、口苦、灼热、潮热、下坠感，多属他处体伤所致。二、功能紊乱，如失眠、烦躁、多汗、流鼻涕、耳鸣、耳聋、耳流脓、口眼歪斜、咳嗽、气喘、呕吐、便秘、小便困难、白带、抽筋、板机指，或属他处体伤，或属患处体伤所致。三、体力虚弱，如行动迟缓无力、异常疲惫、瘫痪、肌肉萎缩、暴瘦、声音微弱、面无光泽、发烧、腹泻、肢体冰冷、怕冷、发抖、水肿，多属患处体伤所致。状是指体表组织受损，主要包括伤口及皮肤病，如肿胀、破皮、出血、目赤、口疮、痤疮、褥疮、溃烂、湿疹、肝癣。与西医通过仪器检查出的体内组织受损，如气胸、骨折、肌腱断裂、脑溢血、胃出血、溃疡、发炎、粘黏，同属患处体伤所致。差别在于状目视即可分辨，不需仪器检查。如此分法主要用意是为了指出身体若有体力虚弱病症，即为重病，若无即为轻重症。另一层用意则是为了指出症与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，并可通过观察以推断其体伤位置。由于观察症状可分辨疾病及轻重及推断体伤位置，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，所以治疗已含在诊断中，使诊疗成为一体。但观察所推断出的体伤位置并不绝对，仍需经按推后是疾病改善与否才能确认。可见按推原始痛点不仅是治疗，同时也是诊断，使诊疗一步到位。如此既可建立诊疗体系及因缘果理论，又可阐明老病由来及解释为何症解除后状未必会消失，反之状消失后症也未必能解除。譬如肿痛，常见痛止而肿未消，或肿消而痛未止。究其原因，痛多属他处体伤所致，肿必属患处体伤所致。此意味着症与状、症与症、状与状，甚至疾病症状与衰老异常，皆为他处或患处体伤所致之果。
切莫倒果为因，而说一病多因。如疾病是由异常及组织受损所致，或果生果，如症痛可生状肿，状肿可生症痛，或错认果，将衰老异常当成疾病症状，使诊疗误入歧途。好，这一段非常重要，它就是我们诊断的基础，所以我还是照例再让大家看一下，从开始啊，我稍微讲解一下。这是原始人最特别的，在中医也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，但它没有分症跟状，这些都是原始点一路摸索出来而归类的。所以你看中医的书很杂，但是你不知道它真正疾病之因在哪里。原始点很在意它到底体伤位置在哪里，所以你如果这样分类之后的好处就是，他第一个一看就知道这个人病到什么程度了，第二个你就可以看出他的体伤位置大约在哪里，你也心里有个底了，所以他对我们的诊疗非常重要，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基础。那我们来看好这一段。好，我们这现在要谈的就是疾病。刚刚我们说身体有疾病跟衰老嘛，我们这一段开始先介绍疾病。好，那疾病是指什么？我刚刚讲的，有症状就是属疾病，没有症状就是属其他的变化，就属衰老。那疾病，身体出现症状，或体内检查出组织受损，西医检查出来的组织受损也算是疾病。所以体表的就是我们观察得到的，还有仪器检查得到的疾病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进一步原始点来讲，这个就是跟中医最大的不一样，原始点开始分类了。原始点根据症状之不同特征，将其分为症与状，先分出症跟状来，它两个是不同概念。然后症又细分为三种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种。好，你们看一下就好，因为刚刚常间那个声音念得很好听哦，那你们大概意思知道就好。比如说我举一个啦，不要全部举。疼痛，刚刚我们上来的说，哎呀，我这里有异物感，有没有？还有人说他腿痛，那这个就是症的不适感啦。那症的不适感怎么样？它下面就有一个结论呢，多属他处体伤所致，也就是重疾病。你一听你就知道，只要按推原始痛点，它就能立刻解症。你看多好啊，这里都已经帮你分类了，啊，你一看，你大概心里就有数。啊，如果你揉出来它没有解症，有两种可能，什么可能呢？第一个，你手法是用跳的，你手法是用实力的，如他讲的，我是学他讲了，也就是你根本做不到位，你手法本身就有问题，所以你做不出来，对吧？另外一种，你手法到位，但做了没有效，那这一种可能才叫可能属患处体伤所致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们的诊断会不会跟我诊断不一样。有可能，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的手法跟我根本是学我的样子，但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来，我很担心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其实是一个诊断跟治疗，也是含在里面哦。所以症的不适感在疾病里面是占多数的，所以多数是由他处就可以解决。好，我们看下面。好，功能混乱啊，这里也举了很多，我也不再细列了。哦，这些疾病有可能是他处，也有可能是患处，也有可能我这里书没有写了，也有可能二者兼而有之，既有他处，也有可能是患处，有没有可能？也有可能啊，所以这个我就不说了哈，或属他处，或属
好，这是第二种症的，第三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体力虚弱，这里举了很多，这里要念了。我觉得因为这一段特别重要，如行动迟缓、无力、异常疲惫。我刚刚讲，我会问他你体力好不好啊？对不对？你疲不疲惫啊？如果他这些精神都很好，他说精神很好啊，那大概就没问题。啊，如果再出现瘫痪、肌肉萎缩、暴瘦，我已经讲过了。然后越来声音越微弱，越来越无力，就是显象已现，有没有？我在跟你们讲重病的时候，其实重病就是从这里出来的。如果有这些，就是这些病症会威胁生命。前面两种我认为都 还 OK， 如果不影响体力死不了人，但到了这里就要注意了。好，那如果它更加严重的时候，我说的它不止 体力越来越缓慢下降，甚至是陡降悬崖式的一下子突然降下来，那就是命危。那这个会出现在这里会出现什么？比如水肿、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，然后甚至呼吸困难，哦，这些很急的症状，甚至意识不清，这些突然间都同时出现的时候，有只要有好几种同时出现，你就可以断定他已经命危了。所以为什么原始点那么厉害？我说这个人来，我根本不看西医的报告，我大概就知道这个还可以不可以活，我心里很清楚。啊，西医常常讲，哎，这个已经癌症末期了，来体力好的不得了，我就知道他死不了。哦，这个好治。所以原始点的看法常常跟医学是不一样，其实所以这一段你们一定要多读，然后再对照诊断与治疗。因为诊断与治疗我已经在这里介绍了，我就不会再重复了，就是让你们可以这样一下子就学会。好，那这个到尤其到水肿，我常常说不管是肺积水或腹部积水，一般都我都直接断定为命危。你四肢积水都还没关系，淹到腹部跟肺部来，大概，要生存机会就越来越小了。好，那这是第三种，症的体力虚弱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状，状大家了解一下，就是皮肤病跟体表的一些伤口有的没有。好，这里都有举例，我也不再念。好，再看看西医的组织受损是指什么。哦，这里也举了几项，哦，包括脑溢血、哦、胃出血、肌腱断裂、骨折，这些也不再提了。哦，这些都是属怎么样？状都是属患处体伤。那目视即可分辨，就是指状我们体表的可以看得到，那体内看不到，就是仪器检查出来。如果他确定啊，这是 骨折或者是粉碎性，我们一看就知道那个是组织受损。我们看影片，哦，他这样讲我们也知道，哦，这个是属疾病啊。这样什么是疾病你就可以分得出来了。好，体表跟体内不一样的，一个要用仪器检查，一个眼睛看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分法？我刚刚已经讲了，第一个，你体力虚弱的病症有跟没有，你就可以断出重病有没有生命的危险。如果有体力虚弱病症，就是属重病，那重病就有生命危险。重病有生命危险又可以分成三类，我刚刚讲的显象已现到命危，这个我就不再重复，你们以后看我的书，哦，都会写。那另外一层用意是为了什么？就是指出原来症跟状它可能有不同的体相位置，有没有？比如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相所致嘛，那体力虚弱多属患处体相所致，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它开关是不大一样的。 所以从观察就可以推断体相位置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就导致就是可以我们把原始点的诊断就是从这里来的，就是从这里。那下面就在谈这里。好，由于观察症状可分辨疾病轻重，可不可以分辨出来？有吗？我刚刚已经讲有没有体力虚弱嘛，来分出轻重。推断体相位置有没有办法推断？有。如果你是状，我眼睛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患处体相。那如果是
真的不是感，我一推断八九不离十应该是他处体伤，所以他可以透过观察来推断我们的体伤位置。然后为什么要推断这些体伤位置还有疾病轻重呢？是为了决定按推以热炎的治疗原则。譬如你分出轻重，你要决定的是什么？决定到底是要先按推还是要先热炎，对不对？这我有讲。那为什么要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？是为了决定按推与热炎的治疗位置。譬如你这个病是在他处体伤确定了，那你的按推跟热炎就是按推原始痛点还有温敷原始点。那如果按推这样没有效，是属患处体伤，然后按推有效确定属患处体伤，那你就要怎么样？温敷患处还有怎么样？按推患处体伤。那这样说来，分辨体伤位置的目的在怎么样？也是要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位置。那如果是分辨疾病轻重，就是要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先后。我这样讲你们清楚了。所以最后这里总括一句话，就是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我现在详细解说的。这样这样你们对于治疗原则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就可以看懂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些治疗已含在诊断中，所以使诊疗成为一体。所以我们通过观察，其实诊断与治疗都在里面了，也没有什么分别了。然后但是这里特别提出来，观察推断体伤位置并不绝对，它不准确，它还不够准确。理由很简单，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正的不适感多属，它没有说必属，那还是要怎么样？还是要经过按推做最后确认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没有绝对，所以还是要试按推之后才能改善。当然撞是可以的，撞目视，哦，我一看你出破皮出血或是湿疹，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撞，没有问题，哦，必属患处体伤。但比如说刚刚症的不适感或功能混乱呢，你还是要，或是体力虚弱，有时候还是要经过按推，然后才能够做最后确认。所以你按你观察状是没有问题，但观察症，你只能说它很可能，哦，是属于他处或患处哪一处，可能而已哦，但不绝对，所以还是要经过按推。所以这样按推的用意，它既是治疗也是诊断，它是一步到位。好，那这样大家就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的诊疗体系就从此建构而成。然后再来，我说它进一步在建构什么？进一步在看你这一个病多久会好，因为它累积了很多经验，它就可以知道，哦，这个病人来我大概可以多久会把你医好。然后还可以怎么样呢？看到这个病我有没有能力治疗，这个也是我刚刚讲的在诊疗里面最大的不一样。然后这样慢慢发展出来，就可以把原始点的整个诊疗体系 就怎么样完全建构完成。这样就我不敢说天下无敌了，但是已经是诊疗已经变成方便中的方便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，然后也不需要使用工具，然后一看什么诊断治疗都在心目中，心里寥寥清楚。然后这个人如果危急病人来会挂掉，我也有一番说辞。比如我遇到一看已经化疗那么久，我看到有一个口腔癌已经烂到外面，然后整个都穿洞了，一看都看进去了，
然后哇，体力，夏天来基金会还穿长袖，然后他问我这个病多久会好，我内心中我浮出一个现象，就是你应该问我多久会挂掉才对。他连死期都不知道还想活，已经到了命危了，到这种程度了是活不了的。所以我那一天诊断完，我不敢跟人家这样讲，你已经死到临头了，回去好自为之，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从不会告诉人家这样。但我会这样讲，以后你们记得我这样跟你们说的时候大概就没救了。但是一般患者不熟，我不大会讲。我说人是这样的，总有一天会走到最后一步嘛。啊，你今天做已经病到这样，我的建议是万言放下，什么事都要放开。啊，人生也不是唯一的，也许你还会轮回，说不定下一辈子还会更好。但我不是要放弃你哦，我这样讲不是要放弃你，是做最坏打算一定要有，但我们还是努力做最好准备。因为当患者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你都不要给他绝望的感觉，好像我们放弃了他。所以我说我们还是要努力，但我们努力的方向不是靠按推了，这时候你应该要温敷，然后喝姜汤，甚至现在有姜粉泥，我也会鼓励这样，那这样体力就会恢复，然后要涂姜粉泥。好，这个患者经过这样，他西医已经放弃了，他也知道他西医已经不要他了，说我们没办法了，已经跟他这样讲。然后我们的志工就开始帮他涂姜粉泥，他涂完说哎呀，本来他是 不大能做，做个两三分钟他就要倒下去这样的人，哎，结果涂完之后他可以做15分钟到20分钟，那就给他很大的信心，他以为他真的可以活了。所以第二次来他说他一定要见张医师，要听我说怎么活会活。我跟他讲了这些话之后，他也听不出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出来，但是他回去整个身体是稳定的，直到有一天感染了就挂了，就这样就结束了。但是那活的那一段日子他比其他时间都要舒服。所以原始点，即便你要走都可以让你怎么样好走。我这个我觉得是原始点，是真的这一点不可思议啊。因为我们最大的福报是什么？善终。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，你拥有再多，当你要走的那一刻，我问你，你带着走吗？那既然带不走，你一定要看开，那就是求一个善终，不要要死之前还在懊恼，哎呀我遇到延迟点太晚了，这个都没用的，懊恼也没有用，然后起了嗔恨心也没有用，因为这些只会让你怎么样，在我看法下一辈轮回一定往坏的地方去，如果有三恶道，你可能在这种情绪就把你带到坏的去。那如果你能够很舒服的，然后最后该走就走，然后不恐惧不害怕，很安稳的走，那不是善终是什么？说不定下一次轮回会比现在更好啊，你也不知道，对吧？所以不用留念，有时候叫他放开是这个意思。但原始点因为让他舒服，确实可以让他得到善终。所以我一再强调，原始点是一个生命医学啦，他就是把生老病死看得清清楚楚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再看下一段，诊疗一步到位，这个我也介绍，如此即可建立诊疗体系及因缘果理论。因缘果理论就是要把这些包括怎么治疗啦，怎么会产生疾病啦，讲得让你清清楚楚，让你不再疑惑，那以后有助于诊断，不会走到歧途。我们来看下面，他这里有讲，比如说你有肿痛，
那胃肿痛，肿是由哪里来的？比如肿，它是由患处体相，痛多属他处体相。所以光一个肿痛，比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膝盖肿痛，你不要小看膝盖肿痛哦，它肿起来又肿又痛。一般人没有学原始点，他会怎么样？被骗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就是因为太肿了，所以才产生痛。”啊，有些人说因为痛发炎，所以最后才肿起来。那这种想法你们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西医都是这样想法。那这个犯了什么最大的错误呢？犯了一个，既然痛，还有肿，一个是状，一个是症。啊，既然症可以生状，状也可以生症，可能吗？不可能嘛，这个就果生果了。什么叫果生果？如果你妈妈有生了两个孩子好了，老大跟老二。那果生果是什么意思？说老大生了我老二。这个不可能，都是妈妈生的嘛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老大生老二或老二生老大这种奇妙的事？西医就这么讲。你就知道西医那个很多，你看是科学，是机器的进步，科技的进步，不是西医的进步。西医很多概念是很有问题，也甚至是逻辑不清的，逻辑概念完全没有的。所以很简单，这里就分析了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排列嘛，痛它是他处来的，肿是患处来的。那你膝盖痛，你既要处理怎么样臀部处理好了，还要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，然后还要温敷，这样肿才会快速消，这样才能解决嘛。所以原始点对于这些症状的变化清清楚楚，就不会犯了这个果生果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那这里意味着什么？好，这里意味着症跟状之间它都是果，没有谁生谁的问题。同样症跟症之间也没有这个问题，状与状也是，甚至疾病症状与衰老异常也不会，因为皆为他处体相之果，不可能彼此生。也就是哪一天说，因为我老了所以我生病，这样对吗？那如果是对，为什么有些人老了而是不生病，他甚至没有病痛他就走了，有没有？只有老死，那这样表示这个逻辑也不通嘛。老不会生出病，因为老跟病都是果嘛，果跟果之间没有谁生谁的问题，也不会说我生病了所以我变老了，都不会啊。病跟老，如果我病了，那每个人都老了，那你们今年很多感染了，应该现在看起来都很老了，但也不会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，这个就是犯了果生果的问题。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话，就是既然这些症状不管是老或病都是属于果，那你就不应该怎么样道果为因。道果为因就是说什么一病多因，你这个病好，我们看下面，你的疾病是由异常及组织受损所致。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头痛，那西医就说我检查出异常的指数，比如你血压高，所以你那个疾病是由异常指数所引起，或是你尿酸然后痛风，然后他就说你检查出来那个指数有问题，所以你这个痛风是由异常引起的。那异常指数是属果还是因？果嘛，那就是道果为因了，所以这个是不对的，不能说道果为因啊，这个疾病是由检查的什么什么或是组织受损引起，也不对，了解吧？比如说你中风他就说你刚好有脑出血，所以你脑出血就是导致中风啊，怎么果会产生果呢？不可能，脑出血也是因为怎么样状的组织受损引起的，对不对？由患处体相所致的。那这些症的包括中风、半身瘫痪啦，或是口眼歪斜啦，它也可能是患处体相或他处体相所致的，那都是由体相所致的，怎么会说出血导致瘫痪呢？
这个根本就是导果为因，西医真正犯的错就在这里。但是问题，这个从逻辑一推，很多老实讲有智慧的人一看就知道，哇，那西医的问题可大。所以为什么脑中风很多开刀根本不会好，因为他从果下手，那真正的因反而没有处理，所以问题会越来越大。这里就是提醒了，既然这些检查出来，包括西医检查出来也都是属果，你就不要说哎，这些果是变成症状的因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你看，你们有症状都还要检查，啊，检查出来不就是异常跟组织受损吗？那不是冤枉了吗？然后他又从这里下手，那你们不是越搞越严重了吗？所以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。然后拿钱还要感谢人家。所以我说这个哦，最保险的就是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明了道理之后真干。就是这样。好，这里下面还有什么？还说果生果。什么果生果？这里就举了，阵痛会生出状肿，刚刚讲的啊，膝盖肿痛，他就说哎呀，那我因为痛产生肿，肿产生痛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肿痛都是由体相所致啊，一个是他处，一个是患处啊，所以根本就也是犯了这样的问题，都导果为因。还有犯了什么？就错认果，也就是衰老异常是属于衰老，对不对？那症状是属于疾病，但是他却把这些异常也当疾病，比如检查出肿瘤，那是异常形态嘛，不能列入病，他根本没有症状，就不应该是属病，但是他就是说这是疾病，很严重，所以一定要化疗。所以一个活活的人，健康的人，很可能就会把最后搞到真的一命呜呼哀哉，也是从这里来。所以这里一段已经把所有的诊断讲得非常清楚，然后把生命的真相已经都一语道破了。看到这一段来，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老跟病已经有概念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下个礼拜三月三号我们的主题还是疾病与衰老，谢谢大家。